大家好，我们又见面了。这一周呢，我们又来到了这边的一个山里，去看一看能不能发现一些奇怪的两栖爬行动物。好，那我们继续往这个山上走，看看有没有新的发现。我发现了一只巨大的天牛，看一看它。哎呦我操！刚才丁哥这个在车上竟然都能看着这么大一条大赤练，就在路边啊！我们先可以看一下，哇，哎，脖子那儿有点伤。被什么东西咬了？要从那儿下去了，哎，可能要钻那个洞里了。挡一下，没那个洞好像进不去。能进去，挡一下。它好像会皮。哇，这个超级大，这只。好的，挺不错的。别进去啊！别进去。上回我那个就是一没注意就进那一缝里了。没拍够呢，拍一拍。现在哲哥在进行这个拍摄。刚才我们都快这个失去所有的希望了，这就看着一条，哎，不能进去。靠边，是一条母的吧？你怎么看出来的？它的头，赤练还挺多的。车是挺多的。对，但倒没有路杀的。不上路这玩意儿，估计。人可能有这意。那条也是在这个地方。对。对，你看，可能是在找避风的，有可能。离水远的地方可能就喜欢在这儿来着，离水近的可能就在那边了。行，我们一会儿就放它走了。哎呀，看到一只压死的黑眉锦蛇，上车。哎，我们赶紧走了。挪一点。我们现在发现了一只玉斑锦蛇，它现在就在这个缝里。我们现在要等一下，等他出来。别动，他挺寂静的，在往边。对，在往边这儿。对，大家可以看到吗？就在这个缝里。我们现在把灯关一下，一会儿等他出来。我们现在这个玉斑锦蛇，它马上要出来了。我们现在就等他出来。他现在头现在已经出来了。我们现在等他完全出来。现在下起了雨，我们现在在雨中等着，一定要把它等出来。跟蛇比的还厉害。对。蛾子好多呀，这他妈几种蛾子。现在还没有出来，我们再等一等。我们终于等他出来了。现在北京就是基本上来你说吧。北京的玉斑，来你说就行了。哎，行，哎呀，可以，功夫不负。功夫不负有心人。没事。对，这就跟我那个上周看的差不多大。出来了。哇，
这个大甲虫。大甲虫，那个塞金龟，塞金龟，没事没事。哦，这是出来了。太漂亮了！哦，现在下起大雨了。有还拍。我们现在在雨中给它拍一下。放那个。放地上。腺体的液体出来了。它这个液体好像是香的。就是蛇的那个。嗯。跑挺快的，鱼斑跑得快。跑得快，得小心点，小心点。鱼斑跑得快。嗯。对对对。鱼斑跑得快。我靠！第一次在野外看到。拿着在地上，在地上拿着。哇，这个味儿有点像蝮蛇的味儿。对对对，这蝮蛇很像，一样嗯。它不臭，它不臭。没有蝮蛇那么浓烈。嗯。挺棒。不浓烈也挺浓烈。我给你照着。哎，现在丁哥要憨豆一下它，一大了。一大了，哎，哎呦，这个。那个啥吧，准备走吧，要不。可以。好，刚刚到家了，今天收获不错，一晚上看见了这个三种蛇，还是很不错的一天。好，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，喜欢我的节目的加个关注，点个赞，谢谢大家，拜拜。